男子酒驾又违规红灯右转，但他不但不配合酒测，手还伸进裤裆沾染秽物，想要洗脸原警。好吧，你就计测啊！你要不要摸？你要不要看？你要不要看？你要摸？隔着画面都好像闻得到味道，但原警不怕脏，当场把男子压制上铐。你现在，我跟你讲，你现在被妨碍公务啊！事发在宜兰头城，去年12月30号傍晚5点多，男子红灯右转，身上还有浓浓酒味，被警方拦停酒测，他却坚持要先上厕所。测完，我带你回去大。测完大 ，OK， 可以，赶快测。你先喝漱口。我你妈的！男子出手丢水瓶，又出口辱骂原警。大完便15分钟测，我现在大裤子，你要负责吗？男子跟雨带威胁，要把秽物抹到原警脸上。我被放晒没晒哦？先测啦，你无爱测啊？我现在放晒，我回你面顶会晒哦。你来啊？确定你不能喝？我要喝啊！我现在想拉便，大裤子你怎么办？我拉一遍出来了。男子说到做到，接下来突然出手袭警，臭死人！你要不要看？你要不要看？针对吴姓男子不理性行为，警方立即以妨碍公务现行犯逮捕，全案移请宜兰地检署侦办，并酒驾一节依据测程序办理。男子不但用秽物侮辱原警，坚持拒绝酒测的行为，最高还可能被罚18万。现在要为自己荒唐行径付出代价。记者林秀文、于轩宜兰采访报道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在呢整个的雾化器里面就持续的喷雾清消，非常安全，也不会伤身。你直接呢接触你的肌肤也都没有问题，没有疑虑的。可以上快点购，还有这边呢有辣气的推荐代码 CTI 567 CTI 我辣气，可以享有折扣优惠，请大家好好把握喽。